香港代表队新波三登场，摩力克接掌后的第二击要继续有劲抽演出。红三军打新加坡有高凡赶得切披甲，不过数劲抽，整个上半场就要数林家伟自导自演的罚球，虽然被对方的祖马治救出。不过踢到36分钟，林家伟就做了主角，多得王洋和欧阳耀聪连线，给机会林家伟在禁区做嘢，转身抽入，香港凭着这个入波，半场赢住一球。就算换边之后，一度被新加坡抢到主动，港队始终都将1-0的比分推到完场，魔术第二击延续胜利魔法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郭子龙报道。